歌，我不认为融入那么多元素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并不一定是一首 feature bass 啊，很多人都说是 feature bass， 其实它就是 EDM， 它就是电音而已，它只是 electronic music。Dance music. I know what you like, you know that I'm okay, but coming up, somebody's always got you in the mood.所以说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 R&B 嘻哈音乐这种基调为基础来展开的一个EDM 音乐作品。那这个不能说尝试，也不能说是自我风格，那我觉得我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它的标签是会很明显的，而且时间会证明以前的，相信越听我以后的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发现我现在说的东西是对的。